孟总，那我就先回公司了。回公司？你都在公司睡一个月了，你这不想回去了？不是，那我能不想吗？我当然想了。你呢，有错在先。这样吧，我问你一个问题，你要是答对了，我就让你回家。行，那你问。一加一等于几？三。嚯！我看你是不想回家了。哎，别，我这不开玩笑呢吗？我想回去，想回去啊？嗯。那我再问你一个问题，如果你答错了，我就让你回家。那行，那你问吧。好戏开场。世界上最高的山峰是哪个？珠穆朗玛峰。第二峰。乔戈里峰。第三峰。甘城当家峰。第四峰。墨子峰。第五峰。马卡鲁峰。惊呆了，老铁，这是什么表演？你干嘛？我哪个峰我都知道，我都知道。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如果你答对了，我就让你回家。行，那你问。假如一等于五，二等于十，三等于十五，四等于二十，那么五等于几？二十五。你这辈子都别想回家了。就是二十五啊，那不是二十五还能是三十啊？嚯！